水妖现身齁大卖造。它是黑黑的海鱼，手狐味，狐味。然后你再看哦，还有眼睛鼻子，你感觉上就像一个人形，而且比较恐怖，比较恐怖，它眼球那边还会反光。据说他们下去没有几分钟，就出现有人在拍打他的那个船舱那个玻璃，